他就是馋。这个用咱沈阳话说，简勇的，简勇的，简勇的。这超好吃。对，这个超好吃。大自然的馈赠。真的好吃，你们别怕。为什么？这个看面相炒得非常不错。王俊凯，我要做什么你会愿意吃一口？啊，不要了。你们不要把它想成虫子，它不是虫子。这不是虫子，这是大自然的馈赠。非常香，非常香。来，勇敢吃。小白吃一个，尝一下。勇敢吃一口，终身爱上它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蛋白质？像豆腐。